吕布是有着超高伤害的战士英雄，在武器附魔情况下，普攻和一技能可以无视护甲，对敌方英雄造成巨额真实伤害。被动技能饕餮血统，吕布拥有比其他近战更远的攻击距离，武器附魔可以造成真实伤害并恢复生命值。如果下次方天画斩未命中敌方英雄，武器将立即失去附魔效果。一技能方天画斩，吕布挥动武器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伤害，命中敌方英雄可为武器附魔，命中多个敌人将额外恢复吕布已损失生命值，建议主加。二技能贪狼之握，吕布释放二技能对区域内单位造成伤害及减速效果，每命中一个敌人将获得护盾，命中越多单位护盾值越高，同时吕布的护盾会随时间转化为血量。三技能魔神降世，吕布跳起并制造出一片区域，落地后击飞范围内所有敌人，并对区域内所有敌人释放360度斩击。如果命中敌人将会附魔自身武器，未命中英雄不会丢失原有的附魔状态。如果敌人碰触到区域边缘，则会受到减速，同时恢复吕布生命值。吕布连招技巧为二一普攻三一。二技能减速敌人，一技能为武器附魔接普攻，然后三技能封路，最后使用一技能打出高额伤害。吕布在武器附魔状态下能打出高额的伤害，完好吕布的关键点则是一技能的命中率以及大招的释放时机。